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与凤行剧组日常，林更新与赵丽颖片场聊天笑到直不起腰。最近，不少媒体放出由赵丽颖、林更新主演的新剧《与凤行》路透。路透中，赵丽颖和林更新的白衣造型都收获了不少粉丝的期待。咱就说《与凤行》DKD。近日，小在横店看到赵丽颖和林更新。当天，赵丽颖梳着发髻，身穿古装黑衣，造型飒爽。林更新将长袍的袖子撸到肩头，仙气长袍秒变短袖背心。开拍前，林更新叉着腰与赵丽颖聊着天。不一会儿，一位演员来到林更新身边，林更新侧身靠近演员，用手挡着嘴，似乎在说什么悄悄话。同时，赵丽颖伸手指着另一位演员，大家各自聊着天。不知林更新和赵丽颖看到了什么有趣的事，林更新捂嘴笑着跑到赵丽颖身旁，笑到弯腰，赵丽颖也笑了起来。看来《与凤行》不只是经常聚餐的吃货剧组，多少也沾点搞笑呢。